即摆伫场内表演即个队伍，因所使用的乐器扫角啊、甲大锣，这一个部分都是传统的部分，所以他们脚上穿的鞋底，迄个鞋啊，拢讲传统的鞋啊，头盔、脸谱也是传统的脸谱，但是他在传统的服饰之外，伫因的衫领的部分。他做一些创新的设计，在服饰，他使用的观众秀内底增减将军是无同款的。想表现出来，就是他们动作内底的力道跟他的美感。各位可以仔细欣赏他们脸部转动的表情，代表就是讲在群魔伏妖过程内底那种精神贯注、专一，还有一个震慑的力量。
表演的队伍吼，会当像咱的台中中艺红莲社安尼吼，集中伫咱的中门这个所在表演，予咱的裁判官吼，会当看清楚恁的肢体动作，啊，甲面部的表情吼。咱台湾上界原始的观众秀，伊的组织大概是三个人，包括严将军甲蒋将军。蒋将两位将军手是拿着三尺咱的尖枪，啊甲连击。各位观众，恁看到的蒋将军，伊手搁摕着一个叫做火牌甲手铐。两种是爱互相配合的，但是因为咱的手中的法器，咱有重细无同款，所以因在听咱这个说法的时阵，讲的就是协调加统一。